肠胃不好，空手相拍；肝脾不好，虎口相拍；代谢不好，掌根相拍；肩颈不好，手背相拍；四肢循环不好，食指相拍。吃了饭就想睡觉的人，是因为你的脑供血不足，血管里面的脂肪堆积太多引起的。那么饭后跟着我做这个动作，双手交叉击掌，做50次就可以了。学会了朋友，这个动作每天5分钟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越练越健康，改善代谢功能紊乱。大家好，如果你有胃疼、胃酸、胃胀，一个动作帮你解决，用我们一只手大拇指去推我们另一只手的大拇指，也就是从肘的根部推到我们的大拇指的根部。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男人身体虚不虚，按压大拇指就知道。咱们伸出自己的大拇指，按压支付，使劲往下按，1、2、3，松开，看他是不是很快恢复原形。如果他慢慢的恢复了，证明什么呢？你有点虚了。指从左手中指指甲的上端这样掰一下，看这个回旋的速度和颜色，速度快，颜色淡红，就证明心脏没问题。但要是回旋慢，颜色发紫，这就可能是血液粘稠，心脏供血不足。每天只需3分钟，养肝护肝很轻松。今天给大家介绍手上的几处养肝部位，每天只需按摩3分钟就可以起到养肝护肝的效果。一、肝脏排毒，捏中指，中指指尖处有个穴位叫中冲穴，经常按摩可以起到保护肝脏、缓解疲劳、耳鸣等症状。二、食指的根部，食指是肝脏胆经的对应区域，按摩食指根部可以治疗眼睛涩痒等症状。三、轻轻握住拳头，小拇指所对的位置就是肝脏调理的穴位，每天轻揉此处可以起到养肝效果。敲敲手就能补肾，咱们在夹的时候就互相对撞咱们的大鱼际、小鱼际、掌根部位，做的时候要用力。我们平时工作累的时候就自己这样敲两下，顿时就感觉舒服了。双手打开，食指分离，撑到手掌能张开的最大限度再握拳。握拳的时候要把大拇指握在拳头里面，每天早晚锻炼2到3分钟，长期坚持可以疏通全身气血，疏通胳膊经络，预防脑供血不足。吃了饭就想睡觉的人，是因为脑供血不足，血管里面的脂肪堆积太厚引起的。每天吃完饭以后跟着我做这个动作，双手交叉击掌，做5分钟就可以了。